哇耶！哇，今天有太多好消息要分享了，会比较啰嗦一点呢、会花大家多一点时间哦，好不好？因为上个礼拜好。太疯狂，太疯狂了。OK，我 Fiona 在里面啊，Fiona，Fiona 不会搬 gear 一度查理大妈是啊，Fiona。OK，我可以 share screen 一下吗？Three。可以，来，我给你做 co-host 一啊。下，等一下啊。OK，来。Oi George。啊，哎，我们要 George 分享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样分享好不好 OK，可以 share screen 了。等一下，小子啊，share screen。You cannot start share screen 哦。What are the 哦？你要，哎，有人 share screen 啊？刚才。哦，待会给你 share 来。阿力 share 的声音。啊，try 一下。All right. OK. 所以这个故事哦，上个礼拜很多很多东西要分享。OK，比较主要是哦，我们在 MCO 的时候啊，每一个人讲生意不好，对不对？我跟你讲很疯狂啊，我们的组织网里面呢、啊，我们差不多有11个人买 Montblanc，这边有没有人想要买 Montblanc 的？有吗？有的话给一个 E 好不好？我跟你讲，一定要有 Montblanc 好不好？我跟你讲，11支，我们去到 Pavilion 啊，我们跟你讲，我们11支啊，他讲，哎。我又冒吗？这里把你啊，是打到阿德打阿德，他讲不懂有没有这样大这样多只，因为我们每一只哦，我跟你讲哦，我们每一只哦都是要刻名字的，要 special personalize 给我们的 achiever 的好不好？因为这些 achiever 哦，最主要就是哦，明年都是我们的 CBM Gaki，这个是最最最主要的好不好？所以我南蒙布兰变不是因为南蒙布兰变，是因为要铺明年 CBM 的路，所以。我很开心哦，我们的组织网里面哦，查理大组织网啊，就那组织网啊，我们有11个，总共有11只蒙布朗贝买出来，而且一只蒙布朗贝哦，大概多少钱呢、啊？OK，我记得我第一年拿蒙布朗贝的时候啊，价钱差不多是1200块。好、哦，我上线送我说那个时候，总在蒙布朗贝去到多少钱嘛？一只蒙布朗贝哦，它去到1695块，哎，差不多起每一年都起哦一个10%呢。所以哦，我跟你讲哦，这个笔是会增值的。OK，我跟你讲啊，给我们讲小故事啊。Fiona 这边啊，Fiona，我第一年送 Fiona 这个蒙布朗贝呢，我送过他3只了。你问他3只了，他第一只用不到1个礼拜给我不见掉，他孩子玩坏掉。第二只啊，他跌掉不见掉，他放在车里面不见掉。然后送他第三只，我跟你讲，昨天呢、啊，他去签那个车子的时候啊，他 purposely 的，我跟你讲，那个 salesperson 啊，那个原子笔给他，他不要。我跟你讲啊，他这么能啊。他就是故意哦，啊，他现在还会用了，他就故意拿这个 Montblanc 看到吗？这支笔啊，拿出来签了、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一定要有 Montblanc，好不好？OK，所以接下来就是因为上个礼拜 Jackie 的车 before 他 launch 的时候，他是去我的下线的店，我的下线是叫 Daily，你是 Fiona 下线的，他这家店连壁纸，我就连那个车的钉子。我就抓住机会跟他讲，Jackie，跟我们吃一下饭，讲 OK，就吃一下饭。我跟你讲啊，吃一下饭不得了啊，他吃一下饭啊，跟 Josh 讲几句话啊，Josh 不打汗了。我跟你讲，就是要吐车了，你知道吗？要吐车了啊，只是吃一下饭罢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天晚上哦，我就带他回去，因为他车放在雷利的店嘛，带回去他的家，因为我很久没看他妈妈了，就跟他聊天。我问你啊，你们有看过一个 leader 啊，OK，我们这边讲啊，囤货你们觉得重不重要？那我现在讲问你，Jackie，你的货在哪里？你说我看不到你的货的，他开的 storeroom 吗？啊，这个是他的货，懂吗？这个不是 aloe vera 啊，这个是产品啊，全部啊，看到吗？哦，我讲 Jackie，Jackie，你囤这样多 hit 楼线的吗？我讲 Wilfred，我一天就八至九只这样出去啊，很快的 rolling 很快，你看他货很多的。我跟他 rolling 非常非常快，我就拿 Jackie，你怎么做你 PNM？我讲我确认一下，因为我那天我跟他聊到很晚，我聊到跟他聊到1点多，他给我讲个东西哦，我记忆很深刻的。Okay, 他讲哦，Ruffin，他讲哦，我们 leader 哦，很多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哦，CC 很不稳定，这边有没有 CC 很不稳定的有吗？哦，就是 CC 很不稳定，他跟我讲哦，立于不败之地哦，就是不断的分享产品，他给我讲这东西，所以他讲哦。他很喜欢卖产品的，这边有没有人喜欢卖产品的？有吗？我跟你讲，我很喜欢卖产品的，真的，我见到我很喜欢卖产品的。他跟我讲过，其实很简单的，然后你只要每一天哦，找一个 member
OK， 他只是给你买一罐芦荟跟一罐 U 啊。我打他打一个比方，再跟我讲啊，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 VIP 哦，你就赚了54块2毛半，对不对？你有三四天三四个 VIP 哦，基本上哦，你已经赚了1600多块哦。哦，这个很惊人啊。OK， 也代表哦，你也达成你五个 CC， 所以你也会拿回 5% 的 cashback， 对不对？里面，所以你会有多一个325块5毛。 所以你total income 哦，你那一个月哦，你是30个 member， 每一天 close 一罐芦荟跟一罐鱼油，我们 make it very very simple， 好不好 ？OK， 所以你的 income 啊，那一个月哦，每一个月会有2000块的 income， 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哦，很好复制。为什么？因为今天哦，如果当我们的顾客群他们不是不用产品的话，他们只是给你面子买的话哦，我跟你讲哦，他不会给你买第二次的 ，OK。 可是，当你顾客爱产品的话哦，他的第二次消费要 repeat order 哦，是非常非常强的，好不好？所以，当你们我们有很多很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 sharing 就很有 power。所以今天哦，Fire Living 的制度很好，不要忘记我们产品也非常非常棒，所以我们要多多分享产品，好不好？好、哦，所以接下来就是哦，那一天，因为那个Jackie拿车的时候哦，我看高顺有去啊，阿里有去啊，他们的那个。 他拿车的那个地方对不对？Vicky跟我讲哦，因为他有限定人数，所以我们没有去。OK，所以我们就第二天我就邀请他，哎，Vicky，你可以来我的尼莱这边吗？这样过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车，拿一下你的 Aura， 好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召集我的 PM 哦，像我姐姐啊，OK，像一些螃蟹啊，我讲，哎，你们从麻坡上来，看我们看这个 Range Rover 新车。然后哦，当天呢、啊、，Vicky 也是跟我们讲我们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哦，又一个好消息啊！ 第一天 ，Jackie 跟那个Josh 讲东西 ，Josh 要出车了嘛，对不对？这一天来呀、啊，他就跟 Charlie 大跟那个 Jeffrey 讲，哇 ，Jeffrey 也受不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样 Wilfred 隔一天我们去看车，哦，我们就去看车了。所以当天呢、啊，我们很难得哦，我们去找一个地方，我们去拍照。可以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我们拍一张照，像这样简单的照片哦，我们拍了差不多1个小时半。 每一个人靠着 Range Rover 啊，西北疯狂啊！OK，我给你们看一个screen 啊，这是啊，对啊，看 OK 这个，你听到声音啊？ 有声音吗？看到吗？你看他们开心吗？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他们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我们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们做很多人做 forever living 哦，做到很不开心的。差在哪？差，这个也有差。差。我蛮骚啊，华文的还没背答案。等一下哦，来我们就传一下分享华语好不好？<笑>我跟你讲哦，很多人做 forever living 做到，有时候我们做到哦，我们做很有压力。我可以跟你讲哦，他们做 forever living 哦，是不是讲没有压力？他们都看很开，而且我跟他们讲哦。 你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哦，跟他们出去哦，他们的开心哦，是真的是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是真的很开心的，他们做 forever living， 他们可以因为一个小事情很开心。跟我们讲，哎，来拍照，每个就来了，而且哦，他们站在车上面拍这个 video 哦，他会，Rufus，Tunggu chorus dulu， 当地，他会叫我拿那个什么时候拍他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是我要去拍他，是叫我他叫我去拍他，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疯狂，我跟你讲。 Jonah也是一样的，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当天晚上哦，我们就这么，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就做一个dinner，OK？、Okay, 因为那一天哦，刚好那一天是 Charlie Tan 哦，他 qualify 他 CBN Level One 第3次 consecutively 3次连续啊，哦 ，Charlie Tan congratulations 啊，说我们跟他吃一个晚餐，然后这个晚餐哦也非常开心，是 Charlie Tan 为我们有很多，我有几个 PM 在那边，他就问他很多问题。 还是无私的奉献的，就跟他讲，你们要讲 approach 人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因为查理大他是在做 hotel 来的，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背景哦，他是一个 hotel management 的一个 leader 来的，一个 manager 来的
所以哦，他对一些人哦，人跟人的一些交流哦，他是很拿手的。如果有机会哦，你叫他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出来，他可以讲他怎么去 approach 人，怎么去亲近人这样的东西的，很厉害，他这招很厉害。所以我们当天我们也做一个 celebration， 如果那天你们有进到那个 English Teppanyaki 的话哦，我跟你讲，当天是非常非常热闹。我跟你讲哦，我们7点去吃东西哦，直接讲哦，我9点要回了，我们抓他抓到10点多、11点多还没有回。我讲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当天呢，我们聊很多东西，全部不是聊废话哦，我们是聊怎么做 forever living，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就聊很多东西，不要很难很多经验。OK， 所以接下来就是哦，隔一天就是昨天呢，我们就去看车。OK， 我跟 Josh 讲 ，Josh 2点我们去看车 ，Josh 跟我讲啊。我2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吗？就打电话了，哎，他讲 ，Wilfred， where are you？ 你还不要载我们去看车啊？因为我要载他去看车嘛，就载他去看车。我跟你讲啊，我们第一站到的地方哦，是布拉贡看车。我跟我们进到里面来，我们5个人进里面呢，那个 salesperson 不大要理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看有没有木，也不要都不要理我们，怎么样？要 try 看，要试车可以吗？他讲哦，试车哦，要另外安排的。不过我们真的是不大开心了，我们就去另外一间，我们叫 Puchong， 叫 Puchong 就不一样了。我们坐上车里面就看 salesperson 就来，我们要试车可以吗？已经4点，他5点半关，我们4点半到，要试看。那个 salesperson 讲可以，来我们去试车，这就是我跟你讲啊，不试没有关系啊，试了不得了啊，哦，真的是试了不得了啊，一试上去啊，我跟你讲啊，两个就叼着了 ，Josh 啊跟那个 Jeffrey 啊，我在车上问很多问题，叼着了对吗？然后一下车啊，就看到要买哪辆车。OK， 车的话我们还没有公布啊，我们只要中什么车了。OK， 还没有公布，这边公布什么车？我们下个月会拿 car ceremony。OK， 希望大家可以来。OK， 然后我们聊聊几句啊，哇，就那就签单了。OK， 马上签单。OK， 查理大爷签单。OK， 只是看我喊哪几年的，看要跟哪一间 bank 接论罢了。OK。我跟你讲，非常疯狂啊！也谢谢那个 Jackie 啊，这两天呢、啊、来吃一下晚餐啊，就帮这个 salesperson close 了700多千的车。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疯狂哦！我不懂 Jackie 有没有得抽啊？哦，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得抽了，应该不认识他。OK， 这是 salesperson 哦，我们跟他讲啊，我跟你讲，我们进到里面哦，我们分名片给他说啊，他看到 forever living 还不到理我们的，你知道吗？他后面呢，他我们跟他聊聊聊哦，我跟你讲啊，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罢了，目的很简单，我跟说那个财大，我们目的呢，一定会把他变成 VIP， 所以一回家哦，我们三个就敢拿 FB 哦，你看我 FB 哦，就是把他名字带出来，因为我们要知道是什么，你知道这个 salesperson 跟我们讲东西吗？他跟我们讲哦，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的？我跟你讲，你们觉得开心重不重要？他跟你讲，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的？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我们做 forever living 就是这么开心的，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整个。他给我们感染到，你知道吗？他回家，我们8点半9点多回家的时候、哦、他是走的路上是吹口哨的，他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不是他 close 了，他遇到我们了。我跟你讲啊，我讲你是我们的一个缘分啊，这是一个缘分。所以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的，一定要把他 close 成 VIP， 就这么简单。因为 JD 哦，把他的 Range Rover 那老板 close 成 VIP， 我们一定 close 到了，好不好 ？OK， 所以很开心哦，我两个伙伴哦。出了新车，我可以跟你们讲哦，他们想出车很久了，真的很久了。Fiona 在 Forever Living 5年了，才在 Forever 应该是3到4年罢了。我跟你讲啊 ，Fiona 要出车哦，如果 Josh 那边哦 ，Josh 到了，因为他们有很多孩子，所以当他拿 Level One 的时候，我讲 Fiona it's time to grow greater， 没有出 Innova 先，因为孩子太多，考名分太大。OK， 他跟我分享过一个东西哦，我记得啊，如果这边有家庭的话哦，你们可以听一下，因为我第一年带他去 Greece， 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美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讲东西哦，他讲 Wilfred。你知不知道他很多时候他孩子要去学补习班哦，没有很多钱给他们学补习班，因为他的 commitment 很大。天，那时候他在刚做 forever 的时候，说不过我看了、啊、在 forever 里面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OK， 到他现在拿 F2D level 3 哦，他在很勇敢的去买车，带他老公去买车。所以我相信哦，这边如果是当妈妈的哦， OK， 不管不单是给你孩子，先安置你孩子的一些教育哦 ，education 哦，过哦。实现自己梦想也不是问题的。OK， 你们看啊，这个是我应该是我第几天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 Fiona 吗？看到吗？这个是因为他是用 Clean Night 的，他是用 Clean Night 见证者来的。Fiona 是 Clean Night 见证者，他老公是 Clean Night 见证者来的。我是用 Clean Night 打进他的市场的。OK， 这是在我的店，看、okay， 他在哪 Clean Night。
一开始他看得很疯狂的，一出就是出三岁、四岁、五岁的，很疯狂、很疯狂的。到现在你看啊，他整个人生是转变到很厉害。OK， 这个是他的老公出的，你看他给他老公一份礼物，因为老公很喜欢摩托的。所以我在车上是跟他聊摩托聊很多。OK， 你看这个摩托，我跟你讲啊，非常非常的帅，好不好 ？OK， 你看整个 lifestyle 是不一样的。全尼赖只有一辆 Harley Davidson 哦，就是他们每天傍晚哦有空出去绕。哦，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疯，因为尼赖哦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来的。你们有来到这边哦，它是很适合驾摩托的 ，OK， 非常非常漂亮的 ，OK。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哦 ，OK， 为什么他们进 Forever Living？ OK， 我跟你讲哦，他们虽然我们很疯狂啊，可是我跟你讲哦，我们去每个地方我们都学定的。昨天我们就脑车9点多我们去吃东西 ，OK， 我跟你讲哦，进到里面哦，名片就是给的。我跟你讲啊，他们是。真的是我们讲什么、啊、原始战斗力啊！你我们讲他们来的 CC 这么大量哦，不是因为他们下线完全做给他们，我跟他们的 PNM 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确定给新人的那个名片哦，是一直给的，你知道吗？我跟他们去吃很多东西哦，时常哦，一坐下来的时候哦，他们一定会跟维特聊天的，闲聊聊过对不对 ？OK， 就递名片，然后就拿 FB 拿 IG， 然后你看啊，隔几天呢、啊，他们就约他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没有其他，这个是成功秘诀的 ，OK。所以他们做很多 groundwork， 这个东西做到非常非常的够力哦。所以这边有新人哦，如果真的是叫做上美联储也好，上 CBN 上 F 独立也好哦，我跟你讲，如果有这样子精神在做 forever living 啊，我跟你讲，你不断给名片，不断给 flyers 啊，很多时候哦，我跟你讲哦，很多 CC 会来到我们身边，好不好 ？OK。所以我学历很长啊，所以我想。请我的下线哦 ，OK， Fiona 在吗 ？Fiona， 有 ，OK， 传来到在哦 ，OK， 我们请 Fiona 出来 sharing 好不好 ？Fiona， 放松 ，Enjoy， Just that.